讲，我刚才家里睡，我们约5点，然后我在家里睡到4点半，我突然惊醒，然后好，然后好险我没有，我刚好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好可爱哦，今天。好了好了，它上面那个感觉可以套宣传哦，好可爱。没拍到。超大的，这个地板。好湿。再次曾忘顾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看不到。在哪里？这是真心的勇气。你沉默的回应，放天空的钥匙。你只需要想，还有我为你坚持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听几次都会觉得这个歌写的真的很好，来谢谢你们，不管是来看 Birdy 还是阿凯，最重要的是要看电影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来，我们先邀请媒体朋友上台，快来看，需要做访问的请先上台，谢谢。听广众听过的没有了，听广众，赶快来看，他中秋节9月30就上映哦，没错，9月30，赶快来看哦。拜拜。送的礼物还有这个彩虹口罩。耶耶，彩虹口罩好看，但我等一下会吐出彩虹糖。一直好好笑。然后还有彩虹姐，还有我们陈阳，还有我们的哎，我们的金华，还有浩森，还有芭比哦，还有我们的妮妮，还有我们的瑞，好，昨天呢，好，我们人数众多，人数众多，来不、啊、来不及，我头毛我要5分钟的时间，好好跟谢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晨阳，然后这一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好看，希望大家喜欢的话，帮我分享出去好吗？好，好起步不比天后彩华准哦。非常感谢有你们真好，这世界呢变得真美丽，而且呢支持国片，然后支持我们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好看，麻烦帮我们多多宣传跟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芭比，芭比，两个人满速度一定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阿下来一一握手一。你先去拉，我们等一下再派另外一个拉票的高手。我到明年。就到我们的背景，说拜托拜托，这个就是一个，对对对，这个行程是不是？然后好，妈妈你一起下去啦。哎哎哎，浩森浩森，不要被一直上去，我们上面要留给华平，这个遗憾不要有。谢谢大家，也希望所有的人可以喜欢我们这部电影。耶，看完了。看完了耶、记得去看，真的很好看。
常帅 ，Birdy， 他也很帅。拜拜，回家。你还怎么不理你啊？我说真的。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这部电影在9月30日已经上映了，大家可以赶快去看。